金门航空站为了纾解113年度春节期间返台旅客，成立联合补位服务柜台，从2月13号上午6点30分开始到15号为期三天，将提供旅客迅速便捷的补位资讯服务。为了达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并且减少纠纷，同时协调临时加班机来疏解旅客，让每位乡亲都可以安心的返回工作岗位。今年我们春节哈、还是一样，在我们返程的时候哈、会有那个联合补位单一窗口的服务哈、那我们服务的日期是13、14、15三天哈、那三天的话哈、那个我们是统一。填写候补，然后依序的按照航班的顺序来叫号候补、那当然在春运的时间，我们还是有 ABC 的一个紧急运输的一个计划、那如果有涌入比较大的人潮的话，旅客我们也会启动 B 计划或者是 C 计划。那相关的这些紧急临时输运的这些数量哈、我们也会纳入联合补位单一窗口来做唱号跟叫号的一个动作哈、让整个春运可以大家在一个公平有序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哈、根据金门民航站表示，春节联合补位及时补位资讯含临时加班机资讯的洽询专线322381。322381，旅客也可以透过本台第三台收看候补叫号状况，还有临时加班机的资讯跑马灯。航空站也在这里哈、我们呼吁哈、如果说可能的话哈、利用反向的方式哈、到台湾去过节哈、那把家里这些拜拜的东西也带到台湾去给我们的乡亲享用哈、这样可以舒缓一下我们春节有时候的一些单向性的问题。那我们长辈乡亲回到台湾去的话哈、那个费用也比较节省哈、那当然。在这里春节前夕齁、还是祝大家齁龙年行大运。金门航空站主任洪念慈表示，金门航空站首创线上会员候补系统，主要的是加惠照顾乡亲旅客候补登记作业的便利性，因应网络科技一世代族群的需求，与时俱进，疏解现场登记候补大排长龙的人潮，以及长时间的等候，增加服务效益。